你们在美国啊，你们总是在替川普说话。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梅克尔的这个讲话，其实就是对过去4年川普欧洲政策失败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一个解释。美欧之间的话语权现在已经转移到欧洲，转移到德国这里。实际上，我们看。我们说美欧关系在过去4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疏远当中，不叫破裂，跨大西洋关系永远是巩固的，永远是存在的，很牢固的，但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疏远。这种疏远是跟川普的执政，他的欧洲政策有关。是6月的，4就号，《Political》杂志有一篇评论，谈的标题谈得非常的好，叫做“川普没有欧洲政策”。我们谈川普，我们是过去4年，你不管他一开始刚才。陈奎德博士谈到了他一开始怎么样，现在啊认识到一些，其实就是说他4年没有欧洲政策，这是一个空白，他的欧洲政策是一个空白，才造成现在美欧之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疏远。那么梅克尔总理是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疏远的关系下来谈这个话。那么他在谈 G7 峰会，我们都知道，那么他在批评川普总统，实际上是想说。川普总统想搞 G7 峰会，搞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为了连任竞选，都只是为了竞选的需要。他根本就没有想欧洲政策怎么样，包括9月份的可能的会议，也都是为了他的连任的需要，需要摆个 pose，需要强调一下北约的这个团结，欧洲的团结。其实他的欧洲政策是空白，包括他这川普总统在不久前还批评说，北约这个组织已经是个过时的组织。我们任何一个搞政治学的、搞国际关系的人，我们听到川普讲这话，都知道他这个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零，这是一个无法原谅的一种空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我们看梅克尔的谈话，基本上是在一种对美欧关系的跨大西洋关系的一种主导的一种把握。他跟也修正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的一些批评，站在相当现实主义的、相当温和的现实立场上来主导这种美欧关系的企图，在他下台之前，所以这是这么个背景。那么，当然其中的轴心，我们说我们要谈一些，比如说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防务问题，一个是中国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要理解。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很少谈的问题。我们这节目在美国做，就谈的就是美中问题，然后稍带脚其他问题，在欧洲实际上谈的很少的。所以，我们今天我多用两句话来谈一下德国的外交政策基础什么，它的历史是什么。我们知道，它的防务为什么这么低？是因为欧洲现在确实它没有现实的防务的需要，俄罗斯已经被孤立了。很久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现在就是一个没牙的老虎，而这个基本态势的转变，我们说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我们知道历史上是很好的。什么叫历史上很好的？从70年代，我们说冷战的缓和开始，德美就在重建关系。重建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跟今天的德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像的，是建立在能源基础上的。我们知道73年石油危机之后。俄罗斯、苏联就开始大量的向欧洲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来填补欧洲的能源的这种紧张，这是缓和的基础，才有后来的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在人权上面展开。就是说，欧洲和苏联的关系的基础是70年代石油大危机之后的能源的这种互相互惠的基础上，能源当然也挽救了这种石油出口、天然气出口也挽救了苏联，这是很重要的。最后进入。长期的冷和平，的很重要原因，当然也某种意义上讲，苏联其实也因此过度依赖能源，其他方面也都衰落了，这是它也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它崩溃的一个根源，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崩溃根源。那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很像，就是我们说，因为德国的政治，我们要了解德国政治跟美国政治差别是很大的。那么政客和企业家的关系，它相当平等，相当影响力很大，但是又没有像华尔街这样，从长远的，从投机资本，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更多来资助智库或者华尔街的金融家有些战略的考量，德国其实缺乏这样长久，它很实用主义的。换句话说，它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除了中国以外。那么
跟中国某种意义上讲，我在我看起来，我跟梅克总理跟其他的总理都谈过话，跟前总理老总理都谈过话，都做了访问。那么他们其实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德国汽车工业的代理人，就汽车工业，大众、奥迪以及其他，对德国经济、对德国政客来讲是太重要了。某种意义上讲，那这是中德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跟当年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在德、在德苏，包括后来的德俄关系之间扮演很重要角色。但是德俄关系的重要角色，甚至一直在。我们说斯洛德总理下台之后还在扮演这种代理人的角色，但是2004年的乌克兰颜色革命就是改变了这一切，改变了欧洲和俄罗斯的基本的这种方向，一直到克里米亚的危机，到第二次乌克兰的革命，到克里米亚危机，到制裁等等等等。那么俄罗斯其实就是换句话说，对德国来讲，他一直想把俄罗斯拉进北约，拉进欧洲的阵营，但是最后从04年之后这个就渐行渐远。那么对亲俄的这个立场，某种意义上讲就已经不存在了，更何况在德国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新能源的这种大的势头的基础之下，传统的能源外交、能源的纽带其实也是在弱化。这是俄国某种意义上讲已经陷入未来中国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孤立的大国，没有牙齿的老虎。它是核大国，但是是没有牙齿的核大国。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也是今天的俄国的一种命运，就是一个孤立的大国，哪个国家都不想它，哪个集团都不想它，都不承认它，都不想它拉进自己的阵营。未来中国也是这样子，像俄罗斯的命运。那么中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那么在人权，我们说全球化还不能脱钩，但是人权的这种战场、这种竞争对抗正在逐渐的展开，正在重演1970年代的一种状态。我们说赫尔辛基协议之后的一种状态，当然中国现在并没有任何的那些东西，但实际上这个态势其实是非常的像，因为香港扮演这个角色，扮演这么一个当年的哈维尔角色，当年的萨哈罗夫的角色，扮演了当年这样一些角色。那么所以这是欧洲在未来，如果说美国还继续这样一种川普政策的话，继续这样一种当然我相信他这种继续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如果他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欧洲的扮演的这种主导性就是会得越来越强，当然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也会长期。但是欧洲和俄罗斯今天的这种已经不再考虑把俄罗斯拉进这个欧洲阵营，拉进北约，就是未来中国的命运。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不久前，在召开G7会议之前，惹怒梅克尔的很重要原因是想再次邀请普京参加G7峰会，这个被梅克尔坚决的拒绝了。这是一个导火索，这是一个很不客气的，导致他很不客气一个导火索，就是其实美俄之间才出现了另外一种缓和。普京是一个阴谋大师，俄罗斯人永远是阴谋大师。他在跟欧洲疏远之后，他明白了彻底融不到欧洲阵营和北约阵营之后，就像土耳其的一种命运一样，他开始跟美国进行战略的一种媾和，企图来改变这种态势。但是我相信长远来说也是徒劳的。那么中国现在实际上也面临着一种类似的，但是之前的状况。好，我先到这。这个吴强博士刚才提到的这些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川普没有欧洲政策啊，川普对欧洲的政策呢，他如果有政策的话，就是他的连任这个政策，这个啊，他很尖锐的啊。另外一个，他说从这个美国的话语讲呢，啊，这个过分的在美德关系上强调了美国的这个立场啊。那么实际上现在美欧问题的话语权通过默克尔这个讲话啊，已经被带入了到了欧洲和德国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第三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个默克尔不参加这个G7会议，是因为啊，默克尔对川普将俄罗斯拉入这个会议的啊很不满啊，这是这个冲突的一个根源。那么陈奎德博士，你怎么样的看吴强博士这几个啊？就是说是的，他这个川普要把这个俄国拉进G7，这都遭到了俄国
也包括法国这些国欧洲国家都不买或者抵制，这个是很显然的。而且俄国是一个对欧洲来说，对西欧国家来说，是个现实的现实的威胁，使得他们就在边上嘛。但是为什么不和中国这事情过去表现的不是这么在上心，不像对俄国的事情这么上心，这个当然是就是很基本的地缘政治的关系嘛。所以说到我想我说刚才说的是俄国和德国原来还是关系比较好的，这些都是比较次要的。从根本的地缘政治来说，欧洲从很早很早就对俄国，就是西欧国家了，我们说的是所谓的现代化比较更早的这些国家，对俄国这个庞然大物，这个他们认为是落后的，或者带有某种东方色彩的，也就是俄国从来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怪物，一个中间，他们从来都是有戒心的。而且甚至大家我们一直认为冷战过后西方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或者说起码来说是不可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的战略错误，就是说当时对俄国，对后冷战之后垮台解体的俄国，俄罗斯太过于严厉了，它可以收容很多东欧国家，但是对俄国，俄国甚至在叶尔钦的时候伸出了很多橄榄枝，包括俄国当时的情况非常的难办，经济上很差等等等等，需要西方国家伸出一点点手，伸出援手，对西方国家几乎都是严厉的拒绝，都是，所以后来造成了普京的上台，普京的那个整个的政策转向，使得俄国又重新成为西方的一个重要的对手。这个我们认为就是当时的这个整个转向过程中间，解体过程中间，西方国家对于俄国的态度过于的，就是认为好像冷战已经完了，万事大吉了，俄国还是传统的地缘政治那个角色，我们还是要抵制它。这个根本不考虑中国啊这些，他们认为中国早就是他们的这伙伴，本身在打击苏联中间立了功，所以说就一直就忽略了中国这个存在，而对俄国是非常的严峻。这个非常严峻的政治态势，是后来俄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俄国人本身也不利，对于整个世界，对于欧洲，对于美国都不利的一个俄国的演变。这个我还是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或者说我当时也提出这个看法，但是这个过都过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就是当时没有接纳俄国，或者说相当严峻的排斥了俄国在西方阵营之内，或者说和他有某种比较接近一点的关系都排斥了，这个使得后来的整个的地缘政治的版图产生了一种不是太好的一个发展后果，以至于造成了后来中国的这样一个崛起的态势，都是这一切都是联系的。这个话太长，我只是简单点到这里为止，就是说基本上默克尔的态度，我认为现在比较转向现实主义态度，是还是转向了基本的现实主义的对待俄国和美国的关系。而美国我个人认为川普总统执政的这段时间执政的一些现象，某种意义上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出现了一个严峻的形势，对中国的形势，就是比较，这个是川普的重大的功劳，他是打开盒，但是他这个政策的整个的其他的方面，总体的方向上有很多非常值得诟病的或者批判的地方，所以他这个政策是川普的总体的，包括和西方盟国关系这些东西都是历史上暂时的现象。我相信下一任即使是川普连任，但是再下一任或者川普连任也要修改，再下一任川普政策的这些非常鲜明的特点，有些鲜明的负面的特点，我相信都会在逐渐的消失掉，而会美国进入还是一个比较健全的比较常识性的美国承担相当重大的在全球事务中相当重要责任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不是像很多人所描绘的美国就此衰落了，他从此在世界上不会担负起任何重要的负责任的角色了。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是个长期的现象，而川普这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简单会是这样。我想问吴强博士，刚才你一个观点我还要追问，就是什么呢？
你说德国的军费预算那么低啊，是因为没有防务的一个需要。但是呢，在默克尔最近的这个讲话之中呢，他又说德国确实应该增加这种防务经费，啊，这里头是不是有矛盾？就不矛盾。我们说的一个是长期趋势而言，我们知道战后欧洲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都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这是日本的情况也是很类似的，这是他们冷战时期长期的军费偏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现在我们谈的是过去二十年德国的军费仍然是偏低，跟俄罗斯越来越变成一个事实上其实没有战略威胁，它只有说对乌克兰、克里米亚等等这些问题有局部的牵制性的威胁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说俄罗斯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或者说牙齿越来越松动，越来越掉，越来越变成没有牙齿的老虎了，它只剩下核武器了，其实其他方面是不足以论。这个是造成德国其实包括法国在内整个欧洲的军备在过去二十年一直都是低迷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现在瘟疫期间其实一切的形势都开始发生变化，俄国变得在过去四年我们知道美欧关系的疏远，俄国的重新的活跃，比如说在叙利亚内战当中等等等等，以及中国北约在去年重新修订了把中国列为北约的战略对手，那么这个任务这是去年才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说北约的战略报告里头重新修改了他的战略对手，修改了战略对手的清单。那我们说新冷战的到来，那么包括叙利亚内战类似的这种冲突可能在未来世界上展开，因为在过去二十年我们说从911以来都是反恐战争，这个对大规模的军事野战军正规部队的存在它意义其实是很小的。比如说我以前住在科隆，科隆是英军的驻扎地啊，离法兰克福的美军的第五装甲师也很近。那么我能看到的实际上是北约的 P8 的也叫 E8 的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出动最高频率的，这是整个德国国防军在我看起来最活跃的一种战略性的力量，就是用电子侦察机，用这种预警机反复的不断的24小时在飞行的方式来参与到利比亚的冲突，参与到叙利亚的冲突，参与到反恐的战争当中，但是仅此而已。就是911以来的反恐削弱了，俄罗斯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克里米亚的介入等等等等，其实都是相当局部性的，不足以包括08年的高加索战争，但是这规模都是非常小，都不足以说真正的对欧洲造成威胁。欧洲其实是没有威胁的，某种意义上讲只是在它的边境，在波兰靠近波兰的乌克兰等等等等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然后包括在土耳其，在北约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地方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对欧洲来说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和平的一个环境，就是俄罗斯在理论上是不构成威胁的，这是他长期的军备陷入低迷，没有战略任务，他没有假想敌一个很重要原因。他假想敌到过去二十年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他只要加强警察力量就足以。但现在我们说新冷战的局面开始大家重新认识到，欧洲对新冷战的认识我刚才说了比美国要认识的要晚得多，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在重返亚太了，但对欧洲来说这个认识就是要到最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他才开始意识到他对他的反恐威胁可能也在下降也在降低，那么欧洲怎么样在人权外交之外介入到地中海问题，介入到亚非拉，甚至介入到亚太地区，其实对他来讲太遥远了，对他来讲太遥远了，那这才是他要逐步的开始改善，树立新的假想敌，服务于北约的这么一个东西。但北约我们也知道在川普嘴里是一个obsolete 一个过时的玩意儿，那么这个都影响到整个北约成员国的军费的支出等等等等，所以我相信现在是处于一个转折点，德国要开始变为主导权，不仅话语权的主导，那当然要在军事开支上面
在确定了新的假想敌之后，要准备一个大国竞争的新的地缘政治的框架下，那么它才可能增加国防的支出，重新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然这负责任大国要跟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也有关系。比如说如果说德国要跟印度都加入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成为第一等级的国家，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中国会千方百计的阻挠，但是它的军事力量也会毫无疑问的会刺激它不断的增加，然后开始变成一个全球范围内能够执行更多维和任务，或者全球范围内执行反恐任务，或者说介入到地区的人道主义人权灾难当中。这个时候德国的军事大国才可能真的树立起军事大国。现在它是一个军事中等国家，也不是小国，但是是一个军事中等国家。但是这是跟它的未来新冷战，我们说刚刚开始，历史其实是不断的开始，不是说胡芬说时间开始，其实历史是不断的开始。那么对 德国来说也是刚刚开始。好，那么吴强博士，如果说那个欧洲对新冷战的认识比美国要晚，那么在美国方面呢，实际上是他很早就开始了什么亚洲新战略啊。那么你认为这个美国要求德国把这个军费提升到要求的2%这一点问题上，美国做的对不对？我觉得做的对，这现在已经开始这种协调。我觉得这个北约德国法国应该负担起来的这种军事责任应该会更大，当然是对的，应该会逐渐的增加逐渐的增加。Okay. 那还有在新冷战背景之下呢，你刚才提到有趣的观点啊，这个默克尔啊就是德国的汽车工业的代理人，那么作为汽车工业代理人呢他又要比较依重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交往那么在这种新冷战背景之下，你怎么样看这个默克尔作为德国汽车工业代理人以及在中国的角色这样一种定位呢？这就是跟我们说的脱钩就有关了。当然在之前汽车工业代理人这是一个比喻，当然他同时也是这个西门子这个高铁的代理人，德国经济代理人。对，其实都是一系列的。但是高铁未来也会，我相信也没那么简单，也会发生像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围绕知识产权的冲突，未来这个高铁的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将来也要爆发。我们看到欧洲已经在这个中国在 WTO 的诉讼当中已经是包括采取了对中国在比如说从埃及进口的玻璃纤维制品玻璃钢的这个反倾销税那么都开始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采取了这个诉讼的方式，让中国已经丧失了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非常战略性的一些姿态都已经出来了。那么未来在汽车工业，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不需要梅克尔做什么，他很快卸任了，只是说未来的领导人到底怎么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我可以讲中国的汽车市场在去年已经掉头往下了，尤其是武汉肺炎瘟疫这个之下，那更是一路下泻就是去年其实已经前年这个中国汽车的市场的增长已经到了顶点，已经开始往下走了。而且随着中国内部的国内的这种汽车工业的越来越加强，国内的汽车品牌大众奥迪都在市场份额的下降，特别是法国的几个汽车公司现在已经准备退出中国了，雷诺雪铁龙它在中国几乎是面临的惨败，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足2%。那么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点，汽车工业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就是相对来说越来越不重要。相对来说我们看的是趋势，我们要看的是二阶的问题，看的是它的变化的趋势的问题。那么这个趋势大家一看到也知道，那么话语权，汽车工业的话语权，汽车工业和政客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会开始变弱。那么未来比如说中国现在开始谈什么，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半年开始谈这个以内部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过去半年中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面向内需市场的一个政策调整。那么国内的大循环，中产阶级中国现在有10亿人，其实每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中国中产阶级有多少人，我自己在前几年是做过研究和计算的，其实按照国际的标准也就2000万左右，满打满算拉开标准有1亿人，包括家属家庭在内。那么面向这一亿人一亿的中产阶级来展开
市场，无论是汽车工业还是其他，其实未来这个道路对中国来说都很困难，不用说对德国的制造业。那么德国未来制造业其实在中国市场如何幸存下去，如果说没有人权和中产阶级的一个促进，我相信传统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已经走向了一个末路，从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么未来中国市场消费这种跟中国跟德国的汽车工业的联系，跟德国的制造业的联系，我相信也是已经陷入了一种死路，只不过这死路到现在才认识到，这是很晚的事情。到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12年，随着武汉肺炎所改变的一切，我相信也改变了中国消费，也改变了它改变的是中国的市场。其实最关键的，它改变的不是中美关系、中美贸易关系，而是改变的中德的贸易关系和这种中德之间的这种政商的关系。这个改变其实是武汉肺炎这次一个根本的改变。那么未来我相信我们当然都不是说站在历史的前头能看到，但是市场的低迷、市场的变化已经根本发生了。那么德国的政治家，下一任的政治家，那么一定是在一个低迷的中国市场背景下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说未来两种全球化之间的相互的连接，怎么连接，这个我觉得是全新的命题和考验。我们今天晚上没必要一下子来谈开，未来可以不断的讨论这个问题。